陰謀，日本成人電視節目集集都出怪招，野火女郎真空上陣學煮餸，抵死兼搞笑，簡直色香味俱全。四十寸上空，人稱澳洲葉子美，曾經一度成為泰國黑玉霸王花，佢霸氣直卷香港，為求打響名堂博出位，佢做乜都肯制。香港神話城中紅人共雪花，進軍藝壇第一炮，公開挑戰真係乜都有嘅金牌主持，即場鬥口才鬥機智，一陣真係乜都有。歡迎大家收睇星期五晚的《真係乜都有》。誒，小雲啊，今晚咧可以講下你女人的世界。嚇，師傅，點解你咁講啊？唔係咧，我哋要介紹幾位又叻又靚嘅出位俏佳人啊。係，唔通第一件晚料就係咧《艷星飯到愛》嘅成人節目？冇錯啦，即刻送上就係九五東京 E 字班嘅第三炮。日本的成人電視節目有名創新多變兼出位，經過上兩輯的介紹，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了。他們不單止遊戲出位、問題出位，就連嘉賓表演和廣告都出曬位，唔怪之得這個節目咁收得啦。他們為了吸引更多的觀眾，還會不時將節目裏面的遊戲不停不斷轉，而且還越轉越出位添噃。就好像今集的內容咁啊，女主持人咧衫褲都唔著，淨係著條圍裙啊教人煮餸，唔通咁樣煮出嚟嘅餸特別色香味俱全？仲有就係最新最前衞嘅時裝介紹，包保啊喺香港冇一位女主持係夠膽著嘅。咁精彩嘅電視節目，大家不如一起去探討一下咧。這一次女子遊戲晚會就以一個綜合性節目的形式出現，事關東京其中一間電視台有特別節目播出，而為了保持收視和不讓對台搶走觀眾，所以今集的內容都是追勁追重量級的。就好像以下這個血色喜劇一樣，大家不要以為這些男主持可以經常見美女一親香澤，而女主持就閒閒企企，其實他們有苦自己知，排練辛苦還要扮開心扮靚哉，不過內容都幾鬼馬的。哎呀，你們屬於我的，哎呀，這些都是屬於我的，我女兒，哎呀，什麼酸頭來的？好耶，打完吸引僵尸的咩耶。雖然是這麼辛苦，但是監製都絕無原香惜肉，還加多一個香豔料理環節，就是要女主持不穿衣，只是穿上一條圍裙教煮餸。據這個節目的監製說，這樣教煮餸法是首創的，因為深夜時分如果叫物體物體上來教煮餸便有人看，而且還會令收視大一點，但是這樣轉一轉花樣就不同了。是不是要落三斤鹽啊？三斤鹽只夠煮食了，沒理會你了。但是這一班女主持都不是萬能的，又要做主持又要做戲，還要加上煮餸，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懂得煮餸的呢？あんまり作らないですけど、簡単な料理。淨係喺屋企煮下餸就嚟呢度教人，你都唔係話唔死撐喎，仲要即場食翻自己嘅成果，睇個樣啊，都好似好難食咁。好唔好食就不得而知啦。咁如果俾佢男朋友見到佢咁樣樣煮餸法，又會點呢？喜びますかね？びっくりしますかも。不過監製為求收視達到最高，可謂花招百出，還專程請了一位日本最紅的寫真皇后上來示範一輯《狂女寫真》。哇，在這輯相真的令人譁然，事關這位寫真皇后出名心狠手辣，做得她的 model 都會被她又隨又剪搞到傷痕累累，不過這麼前衛又有沒有觀眾看呢？當然有啦，監製就係知道日本人嘅求知欲強，所以專介紹一啲出位而又諗都諗唔到嘅嘢俾觀眾睇，有時連主持啊都會示範埋一份添。佢哋為咗博出位，都會抱住打不死嘅精神去做到節目最好，而且節目一出街收視高就固然有獎勵啦，玩下手有人睇中啊，仲可能俾人高薪挖角添噃。據講呢個節目的主持啊，亦因為呢個節目知名度高咗，人工又高咗，甚至有片商啊爭佢嚟拍片添。怪不知得連男主持都會犧牲色相去拍啦，不過不知道他的感受又是怎樣呢？為藝術犧牲沒辦法的。由於這輯相實在效果一流，還性格過人，所以我們都不便作更深入的介紹了。而因為監製要打低對台節目，所以忽然之間加了一個神秘項目，就連主持自己都不知道，到開始的時候才選哪個主持去做。各位觀眾，就是介紹出位有味時裝。第一件膠味時裝，呢件時裝出位之處就係膠味十足，全件啊90%都係膠做嘅，而貼身嘅設計完全表現曬女士身體嘅美態。不過呢款時裝對一啲環保人士嚟講咧，就不太受歡迎啦。第二件係皮味時裝，
媲美時裝是給人有一種野性和嬌艷的感覺，而且加上一條皮鞭就更加威風凛凛了，出街就不怕被人打劫噃。之但是女性喜歡都要想想會不會嚇親男朋友的。第三件是鬼咁有味時裝，一身日本女鬼的服裝雖然平平無奇，但是七月十四早緊著就夠曬mood了，又或者在化妝舞會時穿著就真的嚇到不少人的，而且仲內有乾坤添啊！再加上以下一些鬼聲鬼氣、整古整怪的鬼動作，想不出位都幾難啦。第四件和第五件都是舞媚時裝，又名為皇后的新衣。哇，啲設計咁出位，我睇香港的女主持就冇咁大膽著出嚟表演啊！冇辦法啦，日本藝能界僧多粥少，你唔做就大把人做，要成名要出位就要犧牲少少噶啦。而且聽講佢哋嘅月薪最少都有100万日元，咁邊度有第二份工啊好過佢啊？唯有懶傷風都照做可也啦。雖然係咁，但係呢個節目每個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佢哋嘅認真同一絲不苟嘅精神，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噶。經過一連三晚嘅日本成人電視節目大接觸之後，相信各位觀眾對於呢一種節目點解咁受歡迎，同埋佢哋拍攝時嘅真實一面都好清楚啦。同時可以分享到佢哋嘅苦與樂添。事實上，呢種節目可以喺日本啊電視史上成為一大特色咧，都係有賴大家嘅群策群力，而且內容簡直係真係乜都有。頭先咧啲超偉時裝咧咁性感啊，睇怕送一件俾我咧，哎呀我都唔夠膽著啊！你成個小公主咁款，邊有咁豪放啊？不過有位女神咧，佢作風大膽到雲噃。聽講佢唔單止咧身材驚人啊，仲話女人見到佢咧就頭耷耷，男人見到佢咧就心跳加速、堅氣咳添啊！真係要咳啊！佢自稱著號就係風魔全球嘅暴風女神。各位觀眾，除了我哋頭髮短咗之外咧，睇唔睇得出我哋今日有啲咩唔同咗咧？嗱，我哋身材又冇變啦，個樣都冇變，不過我嘅組合變咗啊！今日就係我哋真係乜都有啊！第一次兩位男主持一齊出外景嘅日子，家人都係為咗啊！呢個近排自出位嘅暴風女神吳翠。呢位就是自稱暴風女神的吳翠，她以自己40出上為做噱頭，聲明香港無人能及，誰與爭鋒無敵手。你手不可以這麼拉就行了，差不多了，都有39寸。40寸幾？40寸，即是40寸。你吸啖氣，大力一點，40寸。他說在92年當選澳洲華裔小姐之後，他一鳴驚人。他在加拿大升學，在台灣歌藝受訓，去過全球登台，自命天王級名人。到今日為止，他到港22日，已經成為各大傳媒追訪人物。皆因他自揭身世大秘密，曾經在泰國坐監，只是區區3日，已經成為黑玉霸王花。到底他是什麼人？有什麼這麼奇特？吳翠咧呢幾年嘅經歷咧，可以話得上係戲劇線嘅發展。佢仲話佢自己咧十項全能啊，歡迎任何人挑戰佢。係，我唔信啊，一於試試啦。吳翠唔止身材驚人，佢仲話自己十項全能。佢唔止寫得、跑得、踢得、揾得、遊得，佢仲話自己好打得，不過唔知打乜。佢仲話自己好跳得，扭嚟扭去係人見到都無法抗拒。他說自己夠豪放又脫得，不過換衣服都咁密實，到底脫得啲乜啊？吳翠啊，聽聞你唱歌咧都翻咁上下喎，可唔可以同我啲觀眾咧清唱翻一段聽下咧？好啊，唱《情人的眼淚》。情人的眼淚，好。為什麼又對你的眼淚？你難道不明白是為了愛？原来清唱好难噶，因为好易走音噶。另外，佢又话自己好讲得。咁据闻你咧就识得，好似话有20种不同国家嘅语言噶。咁你可唔可以咧同我啲观众即系示范下，讲啲俾我哋听下咧？或者我试下讲泰国文啦。好啊。乱爽闪折虾，酷折白胶蝉，系即系话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仲有咧？有冇第二个？日文咧，我嗨咗佢揸伊乜？印尼話啦，是甩近，是甩近嘛近嘛是。
由印尼话开始，吴小姐仲不断讲啲其他国家嘅古灵精怪话，不过我哋无法研究系真定假。佢点解咁够胆啊？做咗咁多异常出位嘅行为，而且一啲都唔尴尬。佢个背后系点咧？呢21年嚟佢经历过咩旅程咧？无情专访，一一为你披露。据闻咧，你喺泰国俾人拘留过，咁拘留咗几多日咧？3日2夜。有冇黑暗嘢咧入边？黑暗诶。对你嚟讲比较黑暗嘅嘢。对我嚟讲啊。黑暗啊，其實你嘅黑暗嘅意思係其實入邊黑就唔係好黑，係好光。佢哋24小時咧就開著啲燈，同埋風扇咯嚇。咁就算夜晚瞓覺，佢哋都開著啲光管咯嚇，好光噶。你瞓覺要戴太陽眼鏡，你瞓得著。其實我都冇話搏出位嘅，不過即係。我都冇搏出位，我但你而家係啊嘛，即係一個人你係自然出位，唔係話搏翻嚟嘅，你自然咁。咁你自然出位，咁出位咗之後，你嘅展望係咩咧？你想下一步係點做？即係將來有咩野心啊？其實嗱，我可以而家對住個天，對住個海咁同大家所有咁多觀眾講咧，其實我個人咧就即係同大家講啫，最緊要大家咧就提早退休。佢果然見解獨特，無人能及，怪得人人都話佢係出位人物。我想問你咧，你係咪好多男朋友嘅咧？好多人追啦嚇。好多人追。咁你就多唔多俾機會人啊？都會嘅，都會。咁而家心目中有對象未啊？暫時都尋求中咯，或者在工作中尋求咯。係你對性點睇咧？點睇啊？你嘅意思係或者你直接啲啦，或者直接啲啊 ？OK。咁其實你性嘅需要你強唔強咧嚇？都好強啊！天生開放唔係罪，到底吳翠佢最愛是誰？又點表達自己柔情似水呢？我比較喜歡嘴對嘴 kiss 咯。點解咁中意 kiss 咧？咁樣？我覺得男人嘅口水咧可以俾到我有啲特異功能咯嚇。射咗你之後你會點啊？我覺得咧可以減低啲壓力咯。真係奇人奇見解啦！佢仲話自己極富演戲天分啊，唔只要勇闖影壇，仲話好戲在後頭。香港神话城中红人公雪花全程进军娱乐圈，表现实力第一炮，竟然公开挑战真系乜都有嘅金牌主持，唔止职场斗口才、斗机智，仲要斗叻做主持。下一 part 翻嚟，真系乜都有。